入侵者不能拉啦，像我们甩开他们，他们应该上不来，真的很弱。我让我自己打就好了。我射了，哎，帅，帅，帅。我现在不能回家，我现在不能回家，因为我现在有召唤人的话，你是不能回家的。因为这边以前是有两个巨人，又来。Really, nigga?他应该吓死了吧？没有，他在后面，他在后面。看到王城都要哭哭了。哎，还我最初的感动好不好？我原本看到王城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。哇，这真的是一代的地图没错。这个配置都是一代的地图啊，他想用那个手反啊，手反，他手反也没有，他也没有机会反击啊。哦，叫的好奇。他应该身上很多魂啊。这边有东西可以捡吗？没了吧？你看他那个骑士也是一模一样。不知道有没有猎龙者可以打、欸，我蛮好奇那个一代的那个双层护卫包还在不在？猎龙者跟那个拿锤子的禁卫兵，然后这边我记得是铁匠大叔吧，对不对？还没，下面有东西吗？铁匠大叔啊，死掉了，真的假的？好了，我先看一下，拜拜他一下，有种怀念的味道。那对面那个是什么城啊？为什么对面又多一个城？哎、欸，那是不死院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好像是不死院，对不对？哇，可惜我还没学到太阳万岁，不然我想用按压太阳万岁。Welcome。然后那边好像是图书馆书院那边。不要再 PVP 了，来不及了啦！上了贼船，你不能断线。如果你刻意断线的话呢，你那个会有问题。巨人灰烬，你没有资格，他们写你没有资格。我知道。悲伤。哎、欸，巨人大叔死掉了啦！我对他致敬一下。哇，这个过了数十年之后。过了数十年之后，大家都这个人事已非啦。然后会不会带二十万打 BOSS？ 有可能。然后我记得这边上去之后右转会到那个大厅，王女的大厅。看一下是不是一样？有怪吗？哎、欸，一样哎、欸。然后我记得这边还有放宝物，然后还有一只很机车的怪物，不是这里。靠，好怀念哦！头上，欸，头上有怪物啊！你看到吗？头上，把它射下来。好了。你往上看，往上看，头上。超给上，跳下去了。喷什么收清楚？然后这边原本它右边还有一个大房间，可是这个房间的那个地方整个地点已经不见了。原本要从那边爬进来啊，对啊，你看它这边的门已经把它封死了，已经过不去了。哎有哎、欸，哦，不死了，封掉了，对，封掉了，再打吧，再冲下去喽。他还是会复活不是吗？月光大剑，好、啊，那我进去了。打出来打就好了。
先看他动作啊，先看他动作。吞噬升级。我打就好，我打就好，我打就好。他说这什么招式？你要让我单挑王啊？我就算单挑王的哈。所以就是这，他就一直绕跑就对了。这什么东西？哦！对角，对角。哎，这招不是那个吗？太阳的那个招数吗？爆炸对不对？不知道，其实还好啦，感觉没有特难打。为什么是你？我看你们两个回家了。美丽的圣洁可能最凶。不知道干嘛的？还有灰哦，好痛！几下，两下，好痛啊！灵魂枪哎，是不是啊？你要吸魂，你就先躲，先躲。不是啊，我觉得这样不公平，因为你们把它吸引住，变火焰了。但是其实不强啊，我觉得他招式还蛮好闪。哦，举高高，而且王的血很多啊。因为我召唤你们的关系吧，就是美丽的圣洁弓箭，怎么闪？还好啊，多手。哦，太久了吧？哦，你爆了。王，真的假的？哦，靠！三连击灵魂枪，还有，那最后一名者。这个太阳的绝招，他是把太阳吞掉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以前一代有一个那个太阳，他就是在那个桥底下的那个。是吧？我要死了。王那么硬啊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我召唤你们的关系吧。超硬哎、欸，打不死哎、欸！我回家400滴还扣一小格。
其实还好哎、欸，我应该可以直接招那个吧，直接进去打王就好了。血量差三倍，好软哦，真的好软，我刚才把他打死了，要不是你们，超级软哎、欸！刚才谁跟我讲说一直站一直打死的，你给我出来啊！不是很厉害，血量三倍血量。是啦，没有你们就没有十万。直接闪掉啊！所以呢，刚才那位啊，说卤蛋一次过出来嘛，然后你是说想杀个两次过，卤蛋一次过嘛？我刚才那个三倍血量不算的话，我也是一次过，哈哈哈哈对不对？这有什么好争的？真的很无聊，我就是很不喜欢别人在那边讲说谁怎样啊，这王就是这样子而已，也没有很难嘛。如果有头的话，那刚才那个，我觉得他刚才伤害有差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他第一轮我被打的时候，还有那个斩击斩到我。我血直接扣，大概剩下四分之三分之一左右。我刚才在第二次我打的时候，他打我，我大概还扣三分之一，等于说还有三分之二，那差那么多。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可以去王宇的电梯哎、欸。然后这个是那个乌心王葛温哦，葛温的雕像，所以在那边葛温还在、哦。然后这个是那个王宇的雕像，如果有头的话，注意前有右臂，不是吧？前有胸部吧？哇，这个如果有望远镜的话，然后这个我没记错的话是太阳，因为他原本有一个皇子吧，哦，然后他就是算是太阳，不过他就是因为被软禁的关系，所以他被困住。被藏在地底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葛温王他会觉得好像见不得人，然后就把那个他另外一个皇子呢弄成伪娘，然后把他给困在地底了。因为那个叫太阳的皇子呢，其实他出现的时候呢，我记得那时候打他的时候好像是女生的造型，不知道为什么是穿的裙子，然后感觉像女生，不过他的名字却叫皇子，对啊，我也无法理解。前无防具，有骗子的预感。太阳长胡子哦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当女生养伪娘哦，我等下再升级啦。我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哎、欸，哇，可是没有了，不见了。有公主的预感，
前五宝箱，太阳公主的戒指。啊，我好想放弃了，反正你没资格。何必咧？哦，讲话为什么要那么悲观呢？对不对？很多事情不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那边的道具。太阳公主的戒指，为什么突然会给你一个戒指？啊、有了，初始新王葛温的知名长女，阳光公主，留下来的戒指，犹如阳光般让人感觉些许温暖，可以缓慢的恢复 HP， 有用吗？感觉好像还好。众多神子共同离开故乡的她，成为妻子，也成为母亲，然后后来生下尊贵的子嗣们。所以公主嫁人了，不是被啪啪讲那么难听，你们，哎、欸，看我台看那么久，你还不懂得这个修辞的好吗？修辞都不会、欸。今天怎么玩那么晚了、啊？对啊，有点晚了，前面太多人拖延时间啦。那个入侵一海淹过来的、欸，不开玩笑、啊，那个一直狂海、欸。太阳公主就是玩乳蛇的那一个。是吗？是他吗？是他！哎呦哎！哇！现在连电梯都可以阴人哦！哇塞！我要走过去的时候，给我忽然给我下去哎！哇、哦，这有点嚣张哦！有啊，就是最后蓝色的那一个，真的吗？你说他的魂是不是？他说艾尔德利奇的灵魂，他已经。在火转暗的未来呢，遇见深海的时代来临。他明白那段还是这个艰苦的时日，才会开始吞噬神子。不是很屌，所以皮蒂还你还没打过？皮蒂还打王。好了，我要回去先把那个弄掉了，再被电梯收掉。这电梯我弄死我就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他拼了，好吧？我跟他拼了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救世界还不是把它吃了？哎，这就是人生啊！啊，生点吃酒力，哇，可以升到27耶，太猛！升点力量好了，又硬又痛啊！看我那血量，已经快要超过萤幕的一半了。我看到底玩到破关的时候，我血量可不可以达到聊天室那个地方？不会吧？那对啊，超强。好了，那我先过去看一下。刚才有观众跟我讲说，那个天桥那边可以有隐形桥可以走。你打完了吗？下超难打的。PD 怎么还在打？我刚死掉了。PD， 你需要帮忙吗 ？PD。超需要。PD。苦手哎。帕奇没有洋葱套装，无法救他。哦，所以就只能选洋葱跟那个怎么讲，就是两个二选一，对不对？这样子。但是到40的法师了，我要到60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是这里吗？等一下，我先这个问一下，真的是假的？这真的可以走吗？我真的不太相信各位，因为观众通常都会骗人，你知道？我觉得十个观众九个骗。走个雕啊，掉下去摔死了，走个屁呀、啊！你看这里，你看。走你老师走骗转回去啊转回去早说嘛机关不能动了、欸、机关不能动有了有了骗到两颗扭曲了，这里吗？怎么看得好像有点靠？十个观众九个骗，最凶的那一种，凶宅暴气的、哦，咕咕哦。勇气很重要。啊 ，OK， 前有萤火，观众伤心，你们的骗。秘密隐藏道路，所以就可以跳下去吗？
好厉害哦！这我没走过，走我要回去走。因为以前一带也有，你有这样的桥。哎、欸，那是，那、啊、那个是，你是啊，半龙女对不对 ？Name thyself, stranger. Stranger. I am Yoshka, captain of the Dark Moon Knights. 暗月骑士团团长。What beckoned thee to such a place? Name thyself. I am your. What beckoned thee to such a place? If thou'st come stumbling here in error, this tower is a prison. Thy presence shall invoke the ire of the tyrant Sullivan. Though 'twas a rare delight to converse with another. My thanks, strange visitor.他意思应该是讲说那个了，他被那个鲨鱼罐困在这里了，被囚禁，蛮可怜的。所以底下有东西吗？可以双手拿了，真的吗？半龙女被吃掉了。Thou thinkst to rem this tower is a I bid thee leave anon. May the dog. 所以可以杀他就对了。只能砍了。Dear brother， 不知道观众叫我杀的、啊。幽儿西卡的圣灵，暗月之剑。哎、欸，齐天，你说你解任务才拿到暗月之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暗月之剑啊。你没拿暗月之剑啊？你是说安理的剑吗？暗月之剑。没有啊，我是拿安理的剑。安理的剑哦，就是一个女人死掉之后的剑。那你有拿这把吗？没有。哎呀，有。为什么？我忘了，因为我很多东西自己怎么拿的。因为你把他杀了吗？我没有杀他。我可以跟他签契约啊，你不能跟他签契约吗？因为我不是暗月骑士啊，因为我先跟那个拿虫的那个签过契约的。因为我已经成为他的手指啦、啊。然后有观众跟我讲说他其实是那个一代的王女。他不是叫什么小龙女吗？还是半龙？不是啦，那个啦，就是那个无声的那个奶妈。不，人家说跟那个奶很大抱着虫的那一只签过契约就不能跟他签。对对对对，我已经跟他签过契约啦。对啊，那就不行。所以奶很大那个他那个是那个吗？暗月的敌对吧，我记得没错。他是不是王女啊？因为有观众跟我讲说他就是一代的王女。什么西瓦龙什么女？对啊，是吗？我只知道那个啊，不过你也没仆人啊，因为乌龟死掉之后会有一个女仆到你家，没有吧？有，因为我有，他有升到武士了。对啊，我有一个女仆，然后那女仆跟他是敌对，他哥哥就是太阳神，你只要跟他签约，那个女仆就可以干你。然后观众现在骂我人渣皮，哎、欸，你们叫我杀的，然后又叫我人渣皮，我刚才问他说干嘛杀他，你就说拿他可以拿神器，我说哦，然后我就砍了。哎、欸，你叫我杀的，然后又骂我人渣皮，说我看错你了，奇怪，哎、欸，是你们的问题还是我问题啊？哇，现在观众各种绽放转移，哎，好猛，前有幻影，有幻影墙壁，想清楚，有幻影墙壁，王女很大只，王女是神族，不一定啊，搞不好就是因为她力量消逝，所以才变成体型变小啊，也说不定啊，对不对？冷冽谷的伊鲁席尔，哎、欸，哦，这里就是那个嘛，哦，我懂，哦，怎么会转到这边来啊？观众有多重人格。骗子不杀，然后杀妹子，观众当然骂你啊！好啦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怎么知道？你们要叫我杀，要叫我不杀，我都快得了人格分裂症了，好不好？你们有没有把我搞到已经快发疯了？哎、欸，雪豆，你说要怎么下去打那个巨人王、啊？哪一个？上几个？就是、我们在打教皇前一个传点。教皇前一个传点，就这里啊？对。教堂。在下面那个。是的，对，要从这里。然后呢？然
然后往下走会到地下，从那边才可以走到那个巨人那里。对，亚诺尔龙德就这样子吗？其他地方没了，对，没了，都消失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被拆了吧，被拆了拿来盖的裂谷了。这里只剩下一个点啊，就是往这边走啊。啊，对对对，当时我还没往下走，所以是这里喽。哦，真的哎。